等结果得出来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好，多谢了哦。对，你们做见面吧，叫海给准备行动。台长诶，你真正误会啊啦，我妈跟你无血缘关系。就迄个结果，说完早就死啊！阿公，我妈今麦都活好好，徛在你的面头前啊！你莫讲这款话啦！你是假的！你是不是对这个哥哥感到真失望？我不是，你把我当我一个查某囝，你真失望对无？你是不是感觉我拄只无一头确实？你感到真可惜？那呢？我应该试一届，让你看，让你满意。哎，素安，素安，你唔通来啊！你无需要为着无爱你的爸爸，都要放弃家己性命。你还佮我，还佮静玉，还佮在家甚物，我拢需要你啊！啊！不过我最爱的爸爸不爱我，我的爸爸跟我已经死了，他在我的面头前说我是一个死人呢。哪一个做查某囝听到这款话，袂感觉真心？我根本就无想要活。看起来检验报已经出来，我都无需要给讲。客伯。有一件代志，我要向你坦白。是你，就是你，完全。我想起，就是你卡杀落的。什么事跟你杀对啊？我就是头壳弄一个，我想起足侪代志。迄当初我出车祸的时阵，我无死，我遭出车祸，是要找人救我。后来我看到一个查某囡仔经过，我就拜托伊救我。伊甲我讲，因为我是万条湾的太太，所以。我必须爱死，伊就甲我送到山脚嘛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我愈看江淑清的面，我感觉愈熟悉。把我送落去的人，就是你。江淑清，你敢杀人，算甲死人？你现在就当作我面头前讲清楚，有这样代志无？我杀陈素安，又唔过伊不是陈素安，伊是假。是你干吗？杀你山干？淑琴，你真正在做？江淑琴，太郎背命，我今日就要跳三万跳！素文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
真实的。我真正甲素媛小姐杀落山坑，你还袂另外做客做某家进前，我确实有一天在路里拄到万条湾因某，伊出车祸。我都把他送到山坑，是我害死他的。也不过当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后来客人在收养我，你把我带回家，我才看到你跟素媛一张相片，我才知道原来我就是害死你女儿的凶手。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无资格做你的客查某仔，我对不起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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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甲万条湾有冤仇？万条湾就是台西湾全家伙啊，迄杀人凶手。条案，你看清楚，我就是张宝琴。你是宝琴小姐，台北大的查某囝，你敢知影？我找你找足久的，台北大的厝内底出代志，阮家的脚手人世界要找你失踪的查某囝，想要保护你。啊！你先做咩袂起来，搁要改变你的身份呢？你莫搁低天啊！你把阮全家伙啊拢害死，我亲目睭看到的，我亲目睭看到你害死阮爸妈，我亲目睭看到的。阿娇啊，我大哥拢是要把你害死的鬼命！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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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所以，你真正是有够狗哦！你别走啊！好啦，别偷骂啦！爸，我拜托你较清醒的，你不是好人，上歹人就是你啦！淑琴。伊讲的，敢是事实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到底是不是这款人啊？啊！客妹，我承认我把地锁还送到山坎，也毋过其他的代志我拢无做，这件代志以外。我唔捌暗藏你任何的代志，我更加无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代志。唔要听个这么清气啦，无人会相信你讲的话。也唔过，你甲素媛杀落山坑，算是事实。素媛啊，你跟我几十年啊，有一万的机会，你会当跟我摊平？你是安怎要一直问骂我啦？啊？客妹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对我的悠悠之恩，我嘛对不起你对我的疼惜跟信任，我对不起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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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琴，小琴，你醒来，来，来，你啦，啊，算你好，你是安怎过来无要无紧？你敢不知道你差一点仔，让这个恶毒查某害死？我乖，野手段太过高明啊！连阮爸遐尼巧的人，拢会骗到林龙生。三十几年，阁唔肯改过，无怪你到今麦阁唔肯相信，伊是这么恐怖的人。都是我的歹事，这嘛是我该死。我认输。
咱母子分开这么多年，原来这段时间我感受的亲情拢是假，我的心真正就疼就疼。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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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绝对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江淑琴，江宝琴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冤枉我这么久，你根本就无得体谅。我一个老大娘，思念我自己查某囝的心情，你继续在欺骗我。我真正是老糊涂啊！从这个凶手，饲在身躯边遐尼多年，好啊，你走吧，我无想要看到你啊！你走吧。除了我的亲生爸爸以外，你就亲像我的爸爸同款。杨哥，我所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现在我们出现在我的面头前，干杯！我要为我所做一切付出代价，给你交代。多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栽培和照顾。来走啊！淑琴，你已经到我背里。淑琴，开车。你有去吗？奇怪呢，啊，手机的位置明明离真无外远，啊，哪拢袂震动啊？哪安尼啊？你怕要反侦查？你停车开外久，你把手机啊弹掉啊，惊咱追踪到伊。